赛前有话要说吗？赛前哦，我上次如果大家有看上一集的话，我最后为什么可以爬完呢？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进行红石攀岩队的假的 Adidas Rockstar Super Final Battle。然后我们第一轮会请到我们两位北科代表，红石攀岩队未来的中流砥柱，现任最年轻队员燕军跟木环。在他们 PK 之前，我们给他们一点时间讲点话。我剩下来上发言。我今天就要让你知道 ，Who's your daddy？ 我靠 ！Oh my god！换你 ，I think you're my grandpa, man. 不是啊，现在怎样？现在介绍一本，这三小，这样就结束了吗？OK OK OK OK。我突然有一种真的去国外参加比赛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就就位吧。好，准备哦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开始。哇，是这样子吗？哇，超美。快说好长！哇塞，这世界果然是不公平的啦！哎，这个好难啊！我们恭喜，我们恭喜刚从受伤中走出来的木环，获得第一回合冠军。那刚刚这个是 V3 版本的 battle， 等一下，刚我要跟班，要跟台子 battle。等一下，我们会比扣点的版本。OK 的 ，OK 的。到底为什么要自己整日？我现在想着也觉得心很累。赛前有话要说吗？我上次如果大家有看上一集的话，我最后为什么可以爬完呢？因为我要用正能量的喷发，先祝福台琴，好不好？好，祝福我爬得完，他也要爬得完。但是我先爬完，他再爬完。好，没问题。那台柱怎么说？如果上次没有看影片，记得看这边。然后呢，其实不用多说，我赢定了。好， okay. 那开始吧。这位展竟然还敢上我蓝色，对别人只是对自己残忍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台柱，台柱！哇，台柱要赢了！哇！天哪！啊！喂！哎，裁判长，我们还有多久？需要多久？哎呀，大概剩个两分钟吧。剩两分钟。好，两位加油，加油！没
房子一点，我受不了了。然后跟大家介绍，哎，这张帮我剪一下 ，Last Wave Mira， 好不好？上攀暴食都好用，外攀神鞋，耐操合脚，好不好？趁机业配，趁机业配啊！帮我剪一下，人家赞助我。来，进口来。好，我这样那个 super final 的 feel 都没有了。这个裁判他这样有没有偷用点的嫌疑啊？多打绿色点的嫌疑。是啊，还几分钟？快十，快十分钟，大概十分钟。就这样吧。